依次将二分之一高压料管喷枪接入机器，备用出料口支持多枪同时工作，高压管必须清洗干净。喷枪鸭嘴做安装时，先将密封座凹面朝内，密封垫朝外放入鸭嘴座，再插入枪嘴后装到喷枪上。江西料旅馆中上滤网安装到下泵体上。将机器从吸料口处插入水或材料内。接入电源。进线插头接线方法，分别将三根火线相应的接入 L1、L2、L3。地线接入三杠标志处，电源线需使用不低于国标六平方电缆。注塞杆专用润滑油，注油口加入2至3滴润滑油，不要太多。将调压旋钮逆时针旋转调至最小位置，逆时针打开回流开关，打开机器电源开关，同时观察电机转动方向是否与指示箭头方向一致，如果不一致则迅速关闭电源，将任意两根火线对调接入，调整电机运转方向后，严禁电机长时间反转再开机。机器启动后，观察回流管内有水或材料流出后，关闭回流阀。顺时针旋转调压把手，加压至适当压力，扣动喷枪即可喷涂作业。待喷涂完毕，逆时针旋转压力调节旋钮，将压力调到最小，释放高压管和喷枪中的压力，逆时针慢慢旋转回流阀控制手柄，打开回流阀，关闭电机。